政府新成立的环境食物局由一月开始负起监管环境保护、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的工作。新局辖下的食物环境卫生署会负责食物安全及公众卫生的工作，提高服务水平。至于文化康乐及体育方面，则由民政事务局属下新设的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提供服务。服务市民，创新纪元。